对，所以这个朋友是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啊？这个朋友实际年龄比你大，大6岁。对，哦，大六岁的那个朋友在地上玩土呢，是吧？现在，哎，肖战，肖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土，都没有听到他 cue 你。好，所以大概你要介绍一个比他大6岁的朋友。好。你提醒我，不是来自一个寂寞的星星。一想到你我就、哭恨别梦久、失去只会埋怨留。那他就是小鸡，
为什么？蓝忘机啊。哦。一点都不能喝。我觉得一博其实都挺帅的，我就但是其实我挺羡慕他，他的脸小。对，站位是对，沙站的那边，一博在那边，然后背对背的哈，发出这个声音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杨哥哥，你有喜欢的人的话，你会选择怎么表白？就挑事儿啊，这是。就可能会。那不会直接就表白，对，可能是直接表白，那个可能失败率会比较大，所以就是你得先就是玩在一块儿，然后之后再那个是吧？来自年轻了，不行。挑战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粉丝很好奇的，你是真的不会骑自行车吗？另外一个就是粉丝要连你家的 WiFi，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确实不会骑自行车，因为重庆嘛都是山城，都是山。山不是不会骑摩托车，他这不是骑摩托车多厉害？踩踏板。哦，我会骑，我可以骑那种护轮的那种。护轮不是，就是保护轮那种。开始了是吧？然后连 WiFi 就是连呗，就是连，但是密码懂的人知道，不是谁的给的。Thank you.